是不是湖北的所有人你们全部都要抓走？不是抓，我们是不是抓走？你就是来抓，你刚才你刚才闯民宅来抓的，闯民宅把我的玻璃都打破了。你是不是所有湖北来的人你们全部都要抓走？亲戚的家，这是我是不是所有的湖北的人民全部都要抓走？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我们已经在家观察七天了，我们没有任何病状。你观察七天在哪里观察？就在家里面。谁观察？那有14天。那你派个医护人员过来，在我们家门口。我在家里面待14天。连医护人员来，没错。可以啊，你守在门口、啊。你守在门口吗？守在门口啊。而且我那我吃的，没关系、啊。我需要吃的东西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们？可以。我帮你把，我们吃好。可以啊，我就在家里。那你派个医护人员到我们门口，我们就在家里。我不出去。我不出去。可以啊，我不出去，我们也不去医院，你就在门口安排医护人员。一走都不出。但是密切接触者是必须要。我们没有密切接触者，好不好？这个密切接触者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。那不是你说的，那我们要调查。你可以。你去调查呀！你现在没有证据，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强制采取措施呢？你可以去调查我。那你把证据给我们看啊！不信。我现在不相信你们。我不相信。你们刚刚抢。你们刚刚抢抢民宅，那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闯我们宅子？这是你的宅子吗？你的宅子叫出来，是不是宅主？你说宅主？这是我亲戚的，我亲戚。这是我亲戚的。我亲戚叫念你。我亲戚的。谁证明你是他亲戚？我是我亲戚的。就叶纯，你们市场没算了，我这个我不说了，好吧？你这样子扯，那我们就没话说了。我们到屋里不接受，这个摆脱，我告诉你。这是我亲戚的，好吧，我也不说了。现在你的表态就是所有湖北来的人全部强制隔离。我们走的。我并没有。
边去。鸡们排队排好了，鸡们进来啊！哪里像这样搞我，我死好了啊！呀，小三，排好队，鸡们排好队。你那边？哎哎，不冷静，不冷静嘛！刚刚强啊！小三，你给我回去。过去，过去。你们几个没脾气！